哇哦，这么大阵仗，到底是谁大驾光临呢？答答，原来是 Super Junior 成员逆生和 Red Velvet 出现啦。欧巴很会讨歌迷欢心嘛，一出来就摆出了经典的 Love Pose， 腼腆的样子，现场的女粉丝应该都快招架不住了吧。为了宣传韩国热门景点和旅游资讯， I Saw You 演唱会特别请来了韩国人气团体 Red Velvet、 NCT 127和 Super Junior 的成员逆生助阵，而大马女团 DFAM 和饶舌歌手 Ultimate 也受邀担任开场嘉宾。终于来到韩国歌手出场的时间了， Red Velvet 一口气带来四首快歌，性感打扮加上劲歌热舞，让现场的粉丝喊破喉咙。出场的有新一代男团 NCT 127，他们虽然出道不到一年，但凭着高颜值和超强的舞台魅力，瞬间俘虏了一众少女心呢。压轴登场的就是逆生啦，虽然 Super Junior 成员只有逆生一人来到大马，但从现场粉丝举牌的情况来看，他的支持者可是最多的哦。演唱会的最后，逆生也为粉丝带来一个好消息哦。슈퍼주니어로서말레이시아에여러분들을만나는다른사람생각이듭니다 And after they come back, not as a single, as a Super Junior, we're gonna visit Malaysia again as a team. 是不是很期待呢？看来粉丝们是时候要开始存钱喽。